魔兽丝还是很辣的。应该是我这几天没有吃过辣条了，最辣的是糖。手掌果冻，今天来吃一个巧克力的混合糖，先来吃一个水果流心吧。再来吃一个巧克力，这个是巧克力流心。我个姐妹让我做个辣苹果来给她脱模了，催我好久了。做的是红色的辣苹果，看看啊。咋不好脱呢？成功了，霸掉了，我再给它按上去。好，辣苹果。